怪动作召唤九天玄女 ，YouTuber 阿汉化身算命阿姨廖立方，为中职富邦悍将开球，首次担任开球嘉宾，阿姨可是精心打扮，很紧张。平常都在钻研易经，很少有机会来这个阳气这么重的地方。提前做准备，我去特别去一家很好的直家彩绘店来做这个直家彩绘。阿汉以拍摄自创角色为名，最新影片算命阿姨爆红后，掀起一阵模仿旋风。经典手势先前被汇泉龙队拿来庆祝上垒，阿姨特别点名发想这项点子的南无一样。汇泉龙，南无一样。我记得哦，我很看好你哦，只不过富邦悍将才是很厉害的，你要小心。在算命阿姨加持下，富邦悍将主场迎战乐天桃园，以2-0胜出，终结近期的5连败。羊头萝莉缴出7局5失分的好成绩，获选单场 MVP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、谢静文新北报道。